整个车现在价格，其实新车应该在溢价，二车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啊，95万08千的一个价格。各位富二代们，各位富二代们，各位这个小总裁们，各位小少爷们，大家就可以看过来了啊。这辆车开出去绝对是特别有面的啊，各位。欢迎新进来的各位朋友们，喜欢嘛，大家可以点播关注啊，喜欢的话大家可以点播关注，然后呢这个扣66点亮您的粉丝牌，得到我们今天直播福袋。能看车里面吗？可以，一会儿去大家去看看车的内饰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呢这个喜欢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点播关注啊，去看看内饰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去从这个车的外观，从前脸聊到它的这个尾翼，从尾翼聊到它的内饰都可以啊，各位咱们来顺时间，就是按着这个流程走，好吧，按着流程走。社会无用闲散人员可以买吗？我虽然不想这么说，但是大家还是稍微努努力吧，好吧，这个欢迎新进来的各位的朋友们，总是让老总给买新的。这个我们所有工装，我人家小手就一套工装，我工装两套已经够行的了。这个欢迎新进来的各位朋友，富二代能买吗？富二代的话，您看你有没有钱，无所谓的，只要有钱什么人我们都卖，好吧。咱们这个价钱方面都可以好谈的，各位好谈的，分期服务费5折，质保费5折，现在买车很划算的，各位。有玛莎 GT 吗？最叫刘川峰的朋友，我可以帮您这个后台留意一下，您可以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啊。穷人能开吗？您自己是穷人是吗？您自己是穷人的话，您可以考虑这辆车的价格，如果不符合您的预算的话，我觉得您可以不用考虑这辆车了，咱可以换台车开，好吧。这个欢迎新进来的各位朋友。